希望接下来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啊！现在是2022年的7月23号，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的15:17。前面的临牌当中啊，我们知道了几件事情。第一个事情，那个人魁是我们地球上特有的。第二个事情，那个核物质啊，也是在我们宇宙里含量最高的。第三件事情，重点是只有地球上才有。所以呢，我隐隐约约感觉啊，那个重点和核物质啊之间有什么相关性啊？我看到一颗原子弹呢，一颗原子弹。啊，往下丢啊，在广岛、长崎的时候，丢下来以后，嘣一爆炸以后，核物质迅速让地心沉积啊，迅速让地心沉积啊，迅速让地心沉积啊，让地心里边啊，沉积了好多的核物质啊，地心里。那边沉积了很多的核物质啊，地心那边沉积了很多核物质，所以呢，因为里边有核物质一直在反应，核反应，核反应，所以地心内部是热的，地心内部是热的啊，然后呢，核物质又像水一样啊，温度高了会蒸发出来啊，核物质又从那个地心里面啊蒸发出来，蒸发出来以后，然后凝固以后又掉到地心里面，就像水一样啊，水啊。蒸发出来到天上以后，凝固成水又下来，再循环，再循环。那么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啊，核物质上来，然后泥浆都大了，又沉下去啊，整个地球就在这个场里边啊，整个核物质就在这个场里边啊，这个场就是磁场类似这样啊，整个核物质就在这个场里边啊。所以把人的那个身体搞坏了，所以要轮回啊，所以要轮回啊，所以要轮回啊。因为核物质沉积在那个地心那边啊，核物质沉积在地心那边啊，以地心为中心啊，就产生了重力啊，以地心为中心的啊，产生了重力啊，以地心为中心，产生了重力啊，产生了重力。产生的重力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地球上的重力来自核物质啊，真的来自核物质啊。我们地心上的重力来自核物质，我们地心上的重力来自核物质啊，我们地心上的重力来自核物质啊。因为有了核物质以后，有了核物质以后啊，有了核物质以后，就产生了那个重力啊。产生了重力啊！那个核物质啊，是非典的克星，非典也是核物质的克星啊。因为有了核物质啊，有了核物质以后啊，有了核物质以后，就看两者较量，两者较量谁厉害。如果核物质厉害的话呢，把那个非典也吸进去了啊，非典就损坏了。如果说那个非典厉害的话，把非典形成一种能量，把核物质拉出来了啊。所以啊，来地球上的非典啊，不是每一种都能来啊，只有特定的几种才来，能够来，要能量强的才能来，能量强的能够对抗住核物质的才能来，也就是说，能量强的能控制得住，人家叫 hold 得住啊，要 hold 得住啊，要 hold 得住的核物质的那种非典才能来。能够来的一方面能够把核物质取走啊，这是，它就完全掌控了。另外一种能够那个，非典上形成一种场啊，我们所说的黑洞啊，能够把那核物质拉进去啊，这样较量的情况只有非典占了那个上风，非典占了上风啊，所以只有那个占了上风的非典，才能来到我们地球上，才能我们来到我们地球的周围啊，才能来到我们地球周围。
因为我们这个地球的特殊性呢、啊，我们这个地球的特殊性呢、啊，所以啊，我们在我们整个宇宙里边、啊，只有我们这个地球啊怪怪的啊，地球怪怪的，而且呢，由于这个核物质的存在，人呢也有了轮回，人呢方方面面啊，方方面面、啊，从那文明社会就，不一样了啊，从文明社会就不一样了，所以现在那个我们地球啊，从那个文明世界是格格不入的。现在、啊，原来呢，外星人想过啊，想过呢，想来改造我们这个宇宙的时候，用外面的宇宙外面的物质来放到地球上来改变，基本上都失败了啊，都失败了。现在、啊，想要成功的话啊，想要成功的话，只有一种。倒过来，把地球上的核物质运走啊，到地球上的核物质把它运走啊，专门运到一个宇宙里边啊，没有生命的地方就放在那地方啊，把地球上的核物质运走，地上核物质运走以后啊，这个时候我们的眼光就看得到远处了啊，现在核物质的能量强的就把我们的眼光都拉不出去啊。而且那个，我本来那个外星人可以看到那个度维空间啊，有了核物质那个拉住一个，我们只能看到这低维的空间啊。所以未来那个外星人把我们地球上的核物质全部移走一个啊，移走一个，这个世界就完全改变了啊，核物质移走一个就完全改变了，我们的这边的人呢、啊、就看得见高维空间了，那个看得见高维空间了。另外一个，随着核物质的起走，我们地球上的那个重力啊，慢慢就消失掉了啊，慢慢消失掉了啊。那个时候啊，消失掉了一个，慢慢同我们的那个宇宙接轨了啊。那没有重力情况之下，那我们现在那个建筑物啊，那个钻头砌的房子都全散掉了啊，全散掉了啊。如果要建房子的话，只能那个结构之类的，一个要连起来。哎呀，前天呢？前天呢？想起来吧？前天啊？前天临牌当中，我说那个外星人送过来那个一个底座啊，然后把它一打打成地心器了啊，一个底座，然后是放在那个我爸爸、我妈妈那个雕像上。我当时奇怪，为什么要把那个，要把那个像铆钉一样、长铆钉一样的，要铆的地心呐、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就永久不坏。为什么？将来把核物质全部取走以后，地球上的那个重力就没了啊！重力就没了以后，全部重新开始，我们这个世界全部重新开始。现在地球上的所有的那种，地球上所有的那些建筑物啊，全部不复存在。那啥，没有重力以后不会往下跌的话，都会散架了啊。只有把那个一个像铆钉一样铆到那个地心上去啊，铆到地心上去，才不会散架。所以啊，未来的那个那种房子结构之类，都是外星人为我们地球人建啊。所以啊，他先建了一个。先建立一个雕塑啊，巨大的一个雕塑的时候，前天临牌当中就是把这个底座啊直接再打到地心了啊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原来我说那个怎么把那个要打到地心呢？我现在我有点不敢相信，怎么这么夸张了做的啊？现在终于搞明白了啊，终于搞明白了啊。基本上我们先看第一步啊，先我们回味，观念先被这么冲击的太厉害了啊。先回味一下子，我们再看，继续再看啊！今天也看到这里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